来，不要喝那么多，莫啉啊，这啦。啊啊！我爽快不？加这酒。啊！你安尼七少年八少年，干人啉才这酒，啊你糟蹋啉啦。我伫遮创啥？啥物事遮创啥？醉到这路型的，你倒位都唔知啊？来。啊！哎。到遮万金牛来，我咧抹抹下，等下较爽快。啊！啊！ 安怎？有够爽快无？多谢阿姐。免客气啦。啊，你是咧创啥物话？啊，毋是讲咧做大生意，啊，是安怎酒都爱啉遮济？哦，啊，着甲朋友食饭，因请我啉的啦。朋友？啊，你啥物时阵交人即款会晓啉酒的朋友啊？哦，啊，着拄啊熟识的啦。诶，杨啊，来啦，结婚啦。 哦，啊，你个也食薰的哦。嗯。啊，这薰是不是你的？嗯嗯。啊，是谁给你的？啊，就迄个朋友啦，伊是。啊。哦，啊，就朋友给我的啦。是甲你斗阵啉酒迄个朋友。诶，这朋友袂歹。 真大方啊，搁请你啉酒啦，搁请你分，这款的是外国分的，这个物件哦，伫咱这个所在哦，有钱无地买。来，哎，阿姐，嗯，我先来转啊哈。啊，你这个现在要怎转啊？啊，没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 警察，你有？警察，你看，有信号啊！来这里。哎，稍等，稍等，你是买对了。你他妈顾好掉了，唔通让这边知影。我前面这边万一嘛发生什么代志，咱两个都绝对留去吃冰激凌。 啊！若是你去食冰激凌，我莫同情。我来你安遐斗阵，必定会你负责。所以你只要顾好，千万唔通有任何人接近你。啊！万一发生什么代志，我锁定两包发生。
人有恁遐无？啊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搁找无了？嘿，拢找无啊。啊，明仔。金宝哥主管知影。好好好。所长，所长，所长。来了来了。什么事啊，报首长？嗯，现在已经凌晨两点多了，青山还没有回来接班嘞。哎，他不是十点的班吗？对啊。你们去找过了没有？都找过了啊。好，我去看看好了。好。是，你们可以支援几个？四个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你们两个马上赶到澳湾去跟支援的人会合，有什么消息马上回报。是。哦，大嫂。首长。啊，我下去吧。你先不要急，我原来以为青山晚上回到你那边去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们已经派人出去找，马上就有消息。那，干嘛爹阿秀赢的？嗯，应该不会去啊。我打电话给邱老师，要到阿薛家去找找看。哎，邱老师，哎，办公室有你的电话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哈。我帮你讲一下，你打电话。喂。真的好，注意，我给你倒三缸啊！你今日想袂着较早哦，啊！老婆，老婆，来来来，哎，哎，哎，青山阿姐，今麦也袂来哦，啊？对啊，今仔日奈只有阿母一个人在收被单。对啊，大公拢嘛是青山阿姐甲阿母去收被单的。哎，无你看伊今日有代志啊！你讲啥物啊？青山阿姐有啥物代志啊？哎，我哪会知啦？来来，听。怡宏哥哥，今仔阿爸哪阿袂来？今仔阿爸毋是爱教我做风吹吗？我是安怎要去派出所啊？找警察阿爸。你哪会知影伊一定会伫咧派出所？英雄，你有看到警察阿爸哦？无啦，我哪有看到？无，我无看到。无。肖老师，肖老师，哎，江先生有没有来啊？邱太太，江先生吗？肖老师，今仔日警察阿爸拢无来诶，都没有来过，奇怪。会去哪里了呢？所长今天一早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看到他，说他昨天晚上整夜都没有回派出所，哎，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，要受到处分的。
通知派出所。栋梁幺呼叫洞管。栋梁幺呼叫洞管。东西收到。栋梁幺回答。栋梁幺在红石角海边发现江青山富山，请求支援。请求支援。青山，嗯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啊？我知呀。哎呦，卖我白叮当了，来来，我管我管。你既然知道茶几走私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你为什么不先回来回报一声就擅自行动呢？啊，我都不知道对方有什么人啊，只有想说先弄清楚啊。什么人参与没有什么关系，只要走私的证据确凿，全部都要绳之以法。嗯，对。青山，你知不知道？走私犯是在暗处，我们是在明处，你这样单枪匹马冒冒失失的行动啊，是拿你的生命开玩笑。没有这么严重啦，干哪去弄到他家吼，破皮了。嗯，什么叫破皮呢？咱人的头家吼是真重要呢，若是着重伤吼，万一你若是有啊，阿母啊，无代志啦，轻松啊，我也袂疼嘞。嗯，你袂疼，我会疼。你身躯顶都是块肉，不是恁刘妈妈的心。阿母啊，你莫安尼搞操烦啦，歹势啦，害你烦恼啊！我甲你分析嘞，对不起。对啦，啊你安尼哦，互弄着，啊讲天王仔迄只精神，唔知闹震动未？袂啦，我若闹震动，要他坐在家。大嫂，要不要带他到台北大医院检查一下？要嘞要嘞，免要啦，免啦，无遐尼严重啦，我送大病院。啊，你现在人感觉安怎？会头壳戆戆，啊，要吐要吐。袂啊，你看看，我精神是真好。青山，偷袭你有几个人？你有没有看清楚他们长相？啊，哎呦！青山，你等下啊！青山。快！警察阿爸，你是安怎？警察阿爸，你的头敢会疼？还袂疼啦。警察阿爸，警察阿爸，警察阿爸，警察阿爸。警察阿爸，无啊，遐囡仔哪会叫青山警察阿爸？他们早就这样叫他了。警察阿爸，你会疼不？阿爸，哪会用乌白叫你？大嫂，你看，新年青山的不止你一个人哦。嗯，也够有一个人哦。嘿，来，人伊心肝哦嘛足疼呢。阿秀，阿恁今日来？陈老师讲你胖起了。青山，无你到底是安怎？嗯。一查算吼，叫用拍死啦！啊，是啥人啊？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啊？我哪知道啥物人哦，我都不用讲安尼啊嘞。当时是怎么个情形啊？你都不记得谁打你吗？我真的记不清楚，不过印象哦有点模糊了。这种人抓到他，一定要好好处罚他。他警察阿爸的人，一定是大歹人啊！警察阿爸，你一定要把歹人抓起来，对。吴英雄，你不是要让警察阿爸做警察吗？你帮警察阿爸抓歹人啊！阿姐，你的伤有安怎无？无要紧啦，淡薄伤啦。阿是讲哦，足无面子的呢。我呢哦，去用阮老爸偷工去啦。啊，不过甲我讲这人，早晚我一定甲杀开。你相信无？相信，相信。快点！累。英雄。喂，啊，坤姐嘞？你去台北啊？啊，对啦，伊有交代讲吼，迄货拄啊就船尔，恁若无代志吼，莫来催，遐袂领麻烦。我已经有麻烦了啦。啥？你有麻烦了？你来这要创啥啦？你是要把我看拖累哦？不一样。
我是为着替坤一办代志，唔才会了着这个麻烦。哎、欸，啊！你替坤坤啊做代志，我有给你钱呢。到底到底吼，是惹什么麻烦呐、啊？是青山姐啦，就是那个官姑啦。原来是那个官姑的哦、喔。我有听坤刚在讲啊，讲那个官姑的一定知影你家己拍的，是讲这也无啥啦。那是你家己拍的，跟我坤刚也无地带啊。而且哦、喔，我坤刚嘛是最后才知影的。英雄啊，你若去有那贼头给你脏去，莫跟我坤刚讲出来呢。你家己代志要家己负责。所以。那个官姑到今麦也唔知影是我做的，你到今麦唔知影是你做的，哪呢？你是咧惊啥？就是因为那个官姑也唔知影，我唔才会走来这找空姐想办法。英雄啊，你莫咧戆到袂白精啦，到无证无据，伊哪会当讲是你家拍的？你哦，唔好家己惊家己，袂有代志的，放心啦。讲真正袂有代志，当我坤刚出来做工课，也毋是一工两工的啊。搁再讲，若真正有代志哦，你放心，我坤刚会提钱出来买我人哦，甲你作证。讲起甲你含伊做伙，安尼都无问题啊。我哦，差一点袂记你啦。那，这是坤刚叫我提给你的。这么多钱哦？是啊，给你吃红啊。吃红？当你对着阮坤刚身躯边遐尼啊侪年啊，我袂亏待你的啦。安怎？有这个钱，你阁会惊袂啊？哎，不管啦，为弟哦，代志已经做，惊嘛无路用。对啊，我先来走了啊。阿你啊，谢你个。好啦，我知啦。蔡老师啊，没得说你啦。那方圆哦是好意啦。哎，方圆啊，我坐啦。好，大家。收收呢。啊，我等你再吃啦。你去台北检查的结果怎么样？确定没有脑震荡吼？无啦，本来就无代志啊。那是阮阿母哦，甲所长一直逼我讲哦，都要去病院检查，有影伤脑筋的。嗯。啊，无检查哪会知影有代志无代志？甲妈妈讲的无唔对啊，一定要检查过才能安心。恁两个哦，有影共讲的，若拄着啥物代志哦，拢是两票对我一票，我也是在输恁的。嗯，你知影无？我是挑你讲吼，叫方圆来倒管你啦。阿母啊，那你一人管我都有够啊，只不过叫一个，还要我管死哦。哎呦！是安怎来？来，我来看看，先生。妈，妈去了，妈去。你家轻一点哦，会不会得婚呐、啊？没啦。冲你也要？要。哦，好，来。阮穿啥个衫，唔免你洗。请照问宝餐的餐庄阿伯啊，人地。